正常的魔术师走路是这个速度，如果把它的速度调成现在的100倍，植物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？既然僵尸都是百倍速了，那植物咱们也得跟得上，派出10000级的植物来抵挡，看看都有谁能够拦截成功。先来看暗影草，其实暗影草已经发起进攻了，只不过僵尸跑太快，还不知道坑挖在哪。恶灵当他收到僵尸攻击时会直接跑出去，然而当他面对百倍速僵尸时，人家的副脑都喝了，他才发起进攻。众所周知，魔术师他是免疫魔法的，什么魅惑菇啊、超能化菜啊，对他压根不管用。不过如果要是10000级的魅惑菇呢？哇哦，竟然直接被魅惑了，你敢信？这究竟是魅惑菇的级别问题，还是说魔术师百倍速之后他的魔法就失灵了？那咱给他吃一个10级的魅惑菇，如果说这个也能魅惑，那就是魔术师自身的问题，如果说这个魅惑不了，那就是10000级的魅惑菇发生了质变。吃了10级的魅惑菇并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，那就说明是咱这10000级的魅惑菇厉害了。那小鬼绿篱呢？之前呀，咱们测试过魔术师吃了小鬼绿篱之后会直接变成绿篱小鬼，那如果是吃了10000级的小鬼绿篱会怎样呢？直接拿下，厉害了。这植物升到一定级别后就会引起质变。再来看白莲花战机，根本反应不过来，近战一解秋葵刚要出手就被吃了。火树桩被吃掉之后会像热辣海藻那样燃烧一行小火苗，能不能烧到魔术师呢？追踪僵尸的高手猫尾草，正常阳光水草是可以策反魔术师的，那他现在速度这么快，还能不能策反呢？倭瓜能不能拦截成功？这魔术师刚想逃跑就被倭瓜给分头行动了。在仙人掌的世界里，能不能打过不重要，躲得漂不漂亮才重要，还能不能有点出息。蔡师傅的结局会如何？直接来个2败俱伤，真是高手。可盐可甜的幽灵辣椒，魔棍黄油在受到僵尸攻击时会扔出黄油护住僵尸，就算是速度快的全明星他也躲不过，那如果是百倍速的僵尸，他还能不能扔出黄油呢？ Nope， 不是吧，竟然没扔出来。老虎草以前在面对百倍速僵尸时是成功了，那这一次是否依然能拦住？什么他娘的精锐，老子打的就是精锐。机枪豌豆行不行？看好火煤藤的小伴扣个666。火煤藤成功了，那灼热山葵中不中？妈的吧你 ！Nice。闪耀藤有定向技能，那百倍速的他能不能定住？食人花豌豆直接给定在门口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1级的西兰花防御值就达6000，那10000级的就更高了，那他能不能拦住百倍速的僵尸呢？和倭瓜一样，魔术师刚想逃跑就被定在这儿了。西兰花，如果你再来一下，那魔术师肯定脑袋分家，你快一点啊。溜了、冰地刺我就不信你还能跑得过去。爆浆草莓在被僵尸啃掉时会发生自爆，那对百倍速的僵尸管不管用？哇，电能藤蔓的攻速也很快，那它行不行？相邻种植的电能藤蔓被互相强化，攻速伤害都会增加，那能不能拦得住？哇，这就叫兄弟齐心合力取江头。最后就是灼烧苦橙，大家觉得它能不能在僵尸磕到豆腐脑之前就让它爆炸呢？那这一期的百倍速就测试到这里，喜欢看的老铁欢迎加关注长按点赞，那我们下期见。